铁子，我把这些瓜南挖出来。我先搞几个南瓜碗出来啊。好，这个南瓜看起来都很粉啊。肯定粉，那边南瓜。对。你去点火。好。把水烧开啊。好。把泡好的糯米放到南瓜里面，接上红苔，枸杞也放两粒，打入鸡蛋，可以了，拿去蒸。上盖子蒸半个小时，把南瓜倒进去啊。好，煮一点南瓜干点水，加入冰糖，盖上盖子。打开盖子，放点枸杞。很香啊，刚才。是，马上开吃啊！这里时间也到了。哎呀，漂亮！把它取出来。打糖水，吃点南瓜糖水。炖南瓜干蘸一点糖水更好吃啊！对，吃点红糖糯米南瓜饭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！再搞点南瓜鸡蛋。